各位 UM 的 fans， 大家好！为了答谢咁多位嘅支持同鼓励，我哋将会一年三个星期喺 UM Magazine 嘅 YouTube 频道举行送礼活动。事不宜迟，即刻公布上星期嘅得奖名单。恭喜晒咁多位得奖者，我哋将会有专人通知翻你有关领奖嘅事宜。而今个星期要送出嘅咧，就系第二代嘅 AirPod 可以无线充电嘅嗰一只。想知点赢礼物，即刻跟住以下嘅步骤玩游戏啦！打开咗 UM Magazine 嘅 YouTube 频道之后咧，首先你要点按订阅，然之后咧揿埋隔篱个铃铃，跟住咧揿呢个箭嘴，再 click 去呢个链接入边，完成一份有关于睇 YouTube 习惯嘅简单问题，继续俾多啲意见我哋。而最有见地嘅参加者咧，即可以赢得第二代嘅 AirPod， 而名额咧就有五位。提多次大家啊，记得一定要先订阅咗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先至有机会获奖噶。游戏嘅截止时间将会系2019年6月25号星期二夜晚11:59，而游戏结果公布嘅时间咧就系2019年6月27号星期四夜晚8:45喺 U Magazine 嘅 YouTube 频道里边公布。提提大家啦，记得 click 完个订阅掣之后咧，仲要揿埋隔篱个铃铃，咁到时候咧你就可以喺手机收到提示，睇下自己系咪幸运儿啦。想知我哋更加多食买玩嘅好推介，手机版嘅用户咧就揿呢一个箭嘴，而网页版咧就揿呢一个掣。click 入去之后咧，就可以见到我哋更加多详细嘅资讯啦。